你坐前面还是坐前面吧？我坐吗？啊，哦，来请。你看张天去帮他开车门，说你坐前面。好好好，安全带，安全带系。还好我今天把车收拾了一下，所以哎呀，还是可以的。到底最近都在写什么？他在写什么？不知道，画画吗？妈呀，还有卷笔刀啊！啊！